大家好，我是荣哥哥，今天我们来分享《王者荣耀》中蓝和蔡文姬的感人对话，纸巾准备好，不要哭哦。你的家人呢？要是爹爹还在，一定也会让我帮助你。大哥哥，你的伤口还疼吗？别担心，我只是睡了一觉。人家想吃烤鱼。少吃点烤鱼，会坏肚子。想带你认识我的阿典。赶紧回去，这里很不安全。给你插朵小花花。说了多少次，别往一个杀手头上随便插小花。看，是流星耶。鲨鱼可能不喜欢吃小儿。宝宝弹的胡家琴好听吗？本宝宝已经原谅你了。冰块脸，给你捂捂热。小鬼别怕，我在这儿。你会一直保护文姬吗？小鬼，躲在我身后，别担心。鲨鱼不会轻易受伤，小鬼，谢谢你的治疗。王者荣耀中有哪些令你感动的台词呢？评论区留言哦。